Friday。 大家好，我是法兰黛的法兰。大家好，我是法兰黛的江江。大家好，我是法兰黛的孟燕。我们之前在去年就有跟南哥合作过了，那次给我的感觉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风范的一个前辈。我觉得蔡正南南哥他其实比我们资深非常多，然后他写过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，他会给我们很实在，而且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的建议。他对音乐的执着、热情，甚至他那种一开始唱歌展现出来的那种能量，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榜样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Randy 法兰黛。总统府音乐会是一场充满实验、超级好玩也超级有趣的表演。4月6号邀请你跟我们一起享受这美好的夜晚。